世界马拉松最能跑的十位男运动员。第十名，塔米拉克·托拉，埃塞俄比亚人，2小时4分06秒。第九名，海勒·格布雷西拉西耶，埃塞俄比亚人，2小时3分59秒。第八名，史丹利·毕沃特，肯尼亚人，2小时3分51秒。第七名，阿多拉，埃塞俄比亚人，2小时3分46秒。第六名，帕特里克·马卡乌·穆斯约基，肯尼亚人，2小时3分38秒。第五名，威尔森·克伊普，肯尼亚人，2小时3分13秒。第四名，穆塔伊，肯尼亚人，2小时3分13秒。第三名，丹尼斯·基梅托，肯尼亚人，2小时2分57秒。第二名，肯纳尼萨·贝克勒，埃塞俄比亚人，2小时1分41秒。第一名，埃鲁德·基普乔格，肯尼亚人，2小时1分09秒。10月2日伦敦马拉松冠军获得者基普鲁托，肯尼亚人，2小时4分39秒，未能上榜。作品每日更新，关注我，科学跑步健身，学习更多跑步知识。